好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我从此后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这局来打猎人的银石蛛王，哇，我目前跑起来是很正常。我希望等一下是都很正常，对。我相当的希望等一下要很正常，不然我会很难过。没错，我真的会很难过。回来之后帮我上个石雕，然后打一下火炬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分散哦。放飞刀。放心，我觉得这个旅比较快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直接打掉就好了。已经清完了。放心，不是，你看一下他身上的基地。什么基地？基地啦。哦，哎，真的，算了啦，这已经打到一半了，算了。放心，我忘记这礼拜是基地。我会引到这一只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理论上是不会引到的，是还是死掉要打到他？没有没有，刚刚那一波那个法师不要过去打，大家都不要过去打，就应该就不会引到。因为如果对，我本来想说，当一个人自己驱行就可以，那个死雕只是要辅助我，不要让他太分散。放心，放心。放心。走走，我超顺的，超开心，这打起来就是很开心的。真的，一玩软泥，你们尽量放近一点，不用重叠，可是近一点就好了。今天血多的先打，先打血多的，血多的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看好像，哎，不，有基地对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阿爸。
因为不用控吧，个人是觉得不用控。这不是那个，那个叫什么强悍。来拉远一点哦，不然一样吃激励。好，这边暂停一下。好，来了。皇上，免疫。要控谁？那大只就不能控。没有，丢不够远，丢不够远。被打，你自己一起打就好了。够。奇怪，爆炸是不是炸不痛？被炸一下没感觉，那颗我应该有被炸到的。他乐福后好像只有炸，就是之前的伤害在一半。那就是28左右，差不多，因为他有被乐福过，那已经很久了、欸。炸、啊。对，只是因为我很久没炸爆炸。我们好像很少打到，对，因为现在那个什么，它不是很软吗？你不觉得你现在摸一下它就爆了吗？真的放近一点哦，我就是软泥的那个鞋放近一点，越近越好，然后我打就好了。5, 4, 3，是指离网越近还是离软泥越近？就是离第一个放的最越近越好，不要你不要叠上去太痛。开玩笑，我憋气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呵呵呵呵呵哎、欸，对，就这样放，就这样放，这个太漂亮了。快逃！我打架了，我好久没处理。哦，不用，这个软泥也被热乎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所以一个快逃。我怕，等一下软泥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刚好经过一下，会割到你脚部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打完。是我，我没减伤哦，我没减伤哦。我就知道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
先切再说。我要把那个狙击拉出来，对这个。你别想对抗赞达拉人。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有古汉。中古汉哦，好好，两个还得。我靠，他妈的，到底要抢少的？没有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我这个狙击。这个剧集应该是蛮屌的。打个字而已，我他妈就这么痛了、啊，好痛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走走走！啊，对啦，因为刚刚吃了，记忆力我他妈太厚了，这个记忆力，对啊，奇怪，我的狙击怎么坏掉了？我看一下，好像写错了。对，这个写错了。好，我到时候再把那个就好了。我需要目标。为什么那个臭三八不会心痛？还要再等一下。那边有人死了，直接给他死了。
哇，我刚没有看到人家被清空。你不要看我，难怪我没有感觉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拉他拉他！那一电你就拉，一电你就拉。地基是刚刚好的。快逃！把他们拉远，那就要死。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38装备，我自己啊，哦、我自己是将决定38再装备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等一下爆炸会打不了。哦，你快点！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对，我根本没空，没空看鸟了。打不了，太火！被炸到一下就死了。太多啦！后来爆炸太多，我都在忙着打爆炸，而且我一直站在毒里面打，我已经被打到没有办法动。怎么会 A 呢？因为伤了。
欸，不要一起打，那只不要联盟上一起打。我现在没有力气，不见。又是不能唱瞄准射击，是绝对唱不了。可以唱，要像这个样子。就会比较好一点。我需要目标。5 4 3 2 1，我还能使用这件武器，我把你宰掉。一定要计划先且主动。先且主动，把尸体准备好。预防感染，挖出脑子。一定要计划先且主动。先且主动，阿木木冰箱，一定要计划先且主动。先且主动，还要再等一下。我现在没有秒，刚刚好，30000，爽，打完剩一半，但我连他一半都没有，操！武汉的力量控制着这座神庙。东西，这 GPS 啊，我还不能使，真的。但是哦，总图等一下就不见了，他死
纺织混织。我需要目标。这样子吧 ，OK 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误导，很正常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是要误导的。可以的话，再往后一点，哦，那个还是会吃到体力哦。好，没事，当我没说。要，我不晓得他是他妈的。哎，那这个跟路战斗，有时候不是这么近都会吃到吗？怎么这一次又没吃到？那真的是跟有没有路战斗有关系。所以我的兵可以需要猎人的兵可以不入战斗，有这设计。可以拖战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在他战斗前控场的话，就是控场之后怪没有冲过来那一种的话就可以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好吧，真的是，如果你控场的那一瞬间怪就冲过来，那就代表。整团都吃仇恨了。
我是这么猜的啦，但是。吃个胖。这是什么呢？阿卡亚利亚。哇！我离得太远了。斧头王开变了。5, 4, 3, 2, 1。鲜血和白骨，这可是很痛的。哈哈，鲜血和白骨，开个什么狗屁龟壳？紧张啊！完全用完全没伤害，这可是很痛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哈哈，鲜血和白骨，不然假死他会直接冲下一个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会他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欸，要帮我分了，我刚实际用掉。鲜血和白骨，他还在场上的时候不会，可是他死掉之后的每一次都会，假死就没有用了。可是我上次跟刺刺打，啊，那一次，我跟你说那个时间内那一次，我假死他直接冲另外一个。我讲，我之前又没有这样。哎，话说我多少回家。不见了。这个假死才有用啊！他假死直接不见。我上次是这个假死没用，然后他在场上的假死有用。难道我玩的是兽王队的关系？兽王队该死。太高了，太反射性了，打到我。打断，打断，打断，来不及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全死！我在应付那一只狂战士。虎君，等等，你被点名，拉远一点。他刚刚离你太近了。但要撞你的那只网保持一小段距离，不要贴太近，然后我下来了。你的坦克呢？好，风筝他哦，你们最好不要打到，坦克还没到。不急，你往后跑，后面有陷阱。大型土元素校正。结果我们的坦克没有
没有要控他的意思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不撒谎的是真要的。不小心走到魔了。啊！5, 4, 3, 2, 1。鲜血和白骨，这可是很痛的。我都会凋零，接受，然后转化吧。哈哈，鲜血和白骨。不好意思，哇，你不能硬扛啊，那个。这可是很痛的。没有战斧啊，没有战斧。我的怒火摧毁了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兄弟们，快逃！好，这边暂停一下吧，反正都有那个爆炸。3, 2, 1。鲜血和白骨，来，冲啊！这可是很痛的。哈哈，鲜血和白骨。哦，闪躲！鲜血和白骨。我真的觉得射击猎王滑步还蛮这可是很痛的。这可是很痛的。又是阿木木，你看吧，我夹子就阿木木连中三次。和白骨，阿木表示好吧，没有阿木木，他一定觉得干在心里。我操！让开，见证奇迹吧！没有解药。不对啊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那个坦克断掉了。怎么真的都是阿木木哎，太悲剧了吧！没有需要目标。妈的！不要跑！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埋在那些蠢货附近。我要先找。放心，这
心。没办法，买不起。有人的人头要落地了。没有人打击，打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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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快快快！六六六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放心。有人的人头要落地了。当心！该拿斧头了。抓塞，抓塞！哎，被测试的，吃到两张。有人的人头要落地了。当心！我的头会变成很棒的战利。OK。切，没切到，好险！输出有差啦，真的。闭嘴！说谎的先知。走。为你束缚于他的意志之下，这些入侵者都会死。不过我在动手的时候，可不需要听你那些蠢话。尽管抱怨吧，国王。反正你心知肚明，你已经逃亡了。先开了。目不虚色。2, 1, 没人能挡得住我的刀，杀戮时刻，我要扒了你的皮。对吧，现在加班哦。
还有冰固。被跳而已，我操！哇吼，逛大街喽！好、哦，开讲。不过祖尔空的，好，那这一集就先到这吧。他的主人还在累积力量。好嘞，接着来，这一局来打银丝自由感猎人的。休假？对啊，如果我没休假，我怎么会在线上？是。我需要目标。泡菜米血糕。哎、欸，在你们过年附近有说那个、啊？应该没有所谓的压轴吧？春酒，大概三月份，然后还在大义荔枝有够瞎的，因为大义荔枝是我们隔壁的饭店。很近啊，弄走了就到了。对啊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些人想要投，因为我们是选两个地点投，一个是在石鼓文化。石鼓文化真的是比较远，它在对，就是比较远，就是远离市区的地方。啊，一个就是在大义荔枝，然后大家想说，那如果天气很冷，又要跑这么远，是不是不太方便？所以你知道我们饭店80%都是女生的。我现在不想跑那么远。对啊，有的是那种大姐型的，可能就是啊，好骨头，然后还跑这么远，回来都能死什么的。你们要在这里冷到哪边去啊？今天真的蛮冷的，今天有18度，也蛮冷的。你有考虑过换冰吗？是，没有啊，那个湿冷就很难说。那我们因为我们昨天也有下雨，我们昨天台南也有下。真的吗？啊，今天就没有，但是今天就特冷这样。我看大伟杀 LM 杀得很努力，现在已经那个，
剑爆红尘吗？还是剑爆红尘还是怎样？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哦。那没有，我们已经还有四个。不是，我是说用语音啊。没有啊，还有换杰鲁干嘛？换杰鲁？为什么要那个？杰鲁啊，又没换。换只了，我是想。不是魂状还在吗？他的眼睛还在吗？啊，但是我是说语音啊，我是说语音。那个。牧师我就不太认识，破碎，破碎，比较少。破碎你不认识？破碎他说他不认识你，我真的但是你在放生他了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是真的不太知道他的其他的角色名字。放生他，放生他。谁谁谁？他是总军，总军下次要放生总军，不可以。哎，放生总，这边看不到那个幻爹有语音，可是他刚刚有讲话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放生总军。需要目标。站住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放心，全速晋级！我们让黄觉死，然后他就会被阿尔骂。不破坏心眼。他总是有不能自补的角色吧？放心，不然看了看黑矮暗这一只奇美拉吗？他怎么长得跟我猎人美拉有高达98%的相似？拜拜，晚安，你要去吃饭吗？嗯啊。放心，晚安。阿弟呀，哎，对，我请你了，过。放心。过期剩一个机会而已，各位不要想太多。咱们工会，我们工会很热闹的。会长今天确实败上瘾。我觉得可以每天都用公会频道大家一起聊天，不是蛮好吗？因为欢乐嘛。对啊，你看人家熊介每天也是都在那边聊天，多好。我们的公会就是自己打自己的，然后都不聊天，然后随时就做一下，然后就秒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对原因，我是说就是。我觉得就是要有人开头吧，要不要就是有人开头说，哎，大家来公会比，就是聊聊个天啊，这样子，会觉得就是更然后抱怨一下同事，抱怨一下老板，对，
生活化，然后就会有人进，就会有人开始讲很多，有没有？然后大家就觉得哇，我是觉得你是很好的倾听者，然后就会工会变成会。那你不是过期了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啊。对，同事真的很奇怪呢。没有目标。你为什么会想到爆破的工作？嗯？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会想到爆破的工作？饭店哦，我本来就念旅游科的、啊。对啊，旅游其实就选民宿、饭店或旅行社这些啊。那我同事蛮好笑的，就是他从饭店跳槽出去之后，然后他就去找那个雄狮，因为他之前的大学同学在那里，然后他那个大学同学还是我们这边之前的柜台，然后说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会想要去做业务？你想不开哦？然后他就说，没有，这个是我梦想中的工作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过大概一两个月，因为我去剪头发的那个发型设计师是他介绍我去的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个人最近还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他那个工作没做啦。”那不是他梦想的工作啊？是他梦想工作吗？然后说：“哎，可是我听说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拍婚摄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我知道他对那个拍摄是有兴趣的。”对对对对，然后。他上次才跟我讲说，业务是他理想中的工作啊。然后我就问那个发型设计师说，所以你知道他大概做多久？他说大概一个月吧。哈哈那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，然后做一个月。然后后来我也听到那个，他那个理想与现实有些差距的。对啊，他就有听说他的那个大学同学要回来我们的柜台这样子，因为是在。可能雄狮他，因为他是毕竟是台湾全台第一大嘛，然后呢，可能雄狮也那个业务压力吃很重。刚刚看到那个，因为我们公司旁边就一间雄狮啊，他们常常就是那种10点、11点那个最后一个一两个人才出来的那种。我靠！我现在没有不知道他们业绩压力到底是多重。我的同学，以前室友，然后他跑去，他就要去加拿大，然后也是要去做那个 housekeeping。哦，好，那一间他去的那一间啊，那房价真的是一个晚上要10000多。嗯，而且你知道，每一个国家给的那个薪水真的是差很多。放心吧，我先拿主管来讲好了。我们台湾的领班平均是30000块左右，就是房务员上去，然后领班再上去就是主任这样，主任大概是35000到40000左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从澳门回来，然后他说澳门那边的领班薪水是我们台湾主任的2倍。以上，放心。但是他们的压力比较正直啊，那个压力比较正直啊。我同学他那个就只是去，那是那个 working holiday 那种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对啊啊！可是重点就是他们其实澳门压力很大，因为第一个他们是就是赌场。你说给的薪水当然是一定高，然后但是他们说他们常常每天就是做超过12个小时才能下班。哎，你那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生，是个。然后像，不是，然后像我有个，就之前上社区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她也是有去澳门工作过。她说啊，去那边只要有些姿色的啊。就是就算你原本在台湾有男朋友，去到那边要嘛就是分手，就是不然就要嘛就是搭讪，哦对、啊，有钱人之类的。我有我妹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啊，去那边跟男朋友就是
去澳门那边，然后认识了一个澳洲人，然后结婚就在那边生小孩。对啊，因为好像他是澳门。然后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女生，她是也是台南人，然后去新加坡赌场认识她男朋友，然后也是结婚了，然后最近才打算要计划生小孩这样子。我觉得，然后有一个那边，那边新加坡那边很夸张哎，就是她老公好像他们新加坡当兵好像只要当两个礼拜哦。对，然后她老公好像很有钱，因为他们家就是门一打开就是游泳池。干，真的超扯的！我想说，干他怎么认识他？不是，然后那天就是那个室友，就是我说要去那个加拿大那一个，然后又很久没见面，然后上次上台北的时候就有找他出来吃饭，然后我们就聊啊，然后聊就后来才发现，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，就是他其实他是要他先认识的，他只是因为是多少会认识，他长得还算就也还不错，然后他就是。就长得还不错的那个，就假设是朋友 A 好了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B， 他一样是去澳门，然后说，长得不错吗？就他们不知道聊到什么，然后他 Facebook 然后看到那个朋友的关就是连结，然后他就发现，他们是有共同朋友的，就是那个朋友 B， 然后后来有那个去澳加拿大那个朋友就问。说你认不认识 A 啊？我就说我知道他啊，他好像还在这。我不知道，你那个长得也还不错啊。原本就是因为长得还不错才有那个吗？对啊，可是就是要看他会不会想吧，因为有的想要赚快钱，他就是想要就是一次赚到那些钱之后。就是可能有的是这样子，有的要中物质，那有的只是想要真的。可是他看不出来是会下海的哎，就很难讲哎，因为也是常常听说朋友会有这就是有这样状况，然后把自己身体搞很差什么的。就是他明明就是一个不需要，有的可能觉得说他生活不需要，或者是，但是有的听说他真的很重物质哦，就是想要。不是新闻常讲的拿包包换包包这件事情，哇，是蛮多的，因为有真的他那个朋友是后来就比较没有联络，他是那个，然后他是他去出国之后才失联，是出国之后失联哦，对，就那个下海的，对啊，我就没有联络啊，只是刚好从共同朋友那边发现，认识，可是这样真的很不好。对啊，我不懂。年轻做傻事，我觉得有啦，就是还是会有听到这些自己朋友怎么会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很惊讶，可是也不能说什么，不知道。对啊，就个人选择啊。然后我是加拿大那个朋友，就女生的去，真的去又听他的那个人闹，我觉得那个去真的是。因为他是去班夫国家公园，就是他原本是要去卡加利。卡加利班夫国家公园，他那边就是他比较山上，可是他的冬季就是滑雪，就冬季去滑雪。可是现在的话好像是淡季，然后他去他原本是他会先在算夏季吧，对不对？澳洲对啊，那话更没用，真的冷不要死。然后说他今天是那一天来酷暑中，对我搞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澳洲。他也去澳洲回来，他也是去过澳洲啊，只是这边先关掉一下好了。对，因为我发现其实打头不是，好像不是很好。对，打团这样，对，好像不是很好，对。所以我决定把它关掉，先离开一下，毕竟是有在录。
他们应该在这吧？偷听一下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好像没有的。一只
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要先找到目标，扑上战场，不顾是你的人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小女孩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现在没有目标，拿出来，可惜了。我会断线哦，应该是有一出问题啊。这附近有强大的敌人，应该要在艾德拉之消失。
只要先找到目标。拉快拉，剩五分钟，快快快！放心。快点！喂。